好，各位朋友大家好，这里是奥向美国房产咨询的视频栏目，我是秋瑞，来看一套投资样板房。这套房子呢是还不了贷款了，挂牌82天，然后现在是银行是大老板，所以呢现在这个房子是2479尺，2500尺，既然挂牌价格只有25万5，所以说一尺100块钱，现在是比较好的机会。那房子当然有它自己的问题，第一个呢是所有的 offer 必须要给 lender， 就是银行说的算，就是它并不是说由经纪人来卖了，但是就是具体还是银行是大老板嘛，所以银行说的算，第一个问题，所以银行会提一些比较苛刻的条件。第二个呢是房子里面可能需要重新做一下，然后房子这一侧这个边上呢有一些裂，但是裂的并不是很厉害，原因应该是 gutter 和树还有草水的原因，所以说这棵树未来会影响地基，现在还不是特别厉害，所以这边有2道裂缝，一道是房子中间那个拼接那个缝，一道是窗子下面啊。3+2虽然是2479尺，就是两层的房子，但实际上是3+2。他做的时候呢，把那个就是楼上加了一点，这边也有点裂缝，但这个没有问题，这整个这个侧面的墙没问题啊。好，然后这边有点裂缝，看到没有？这块，这就是整个这一片往下走，整个这一片往下走，刚好前院的坡有点大，所以才会往下走一下。好，进来之后呢，房子你看层高非常舒服啊。层高非常非常舒服，然后这个侧梯是新加的，如果按照以前没有楼上的情况，可能就是2000尺呢。还有就是房子电的问题，这边有电，这边没电，所以电还有个问题，地毯需要全部换掉。朝前院，这是以前一个女孩的房间，洗手间，台面，厕所 ，OK。这边是又一个卧室，你看他以前这个地毯铺的真的是蛮好的地毯，但现在灯都打不亮，就是灯都打不亮。他 blinds 也都换了，你看这些都是蛮好的。下面这不知道女孩的啥东西，回来的时候这边灯是亮的，所以他的客厅是很大的，因为他客厅连着正餐厅在这儿。壁炉，然后这边早餐厅，厨房面积也不错，台面 OK， 合成材料，然后这个家电这都有点便宜，05，它房子是05年，柜子做大柜门，看到没有？这个材料便宜，这也是以前的微波炉，但厨房肯定是好用的。绝对好用的厨房，这些需要找清洁公司来清洁一下。啊，冰箱在这边，台面我看有没有漏水。它这还有个滤水器，滤水器可以换了。厨房好用嘞。好，再过来。这以前是他们放洗衣机的地方，有点渗水。有两个门，这个门是通向车库。OK， 车库地面也做过了，现在只是卫生条件比较差。我喜欢这种房子。他做的越差，实际上就是价格会降的越低，他会给人的感觉不好，但实际上打扫卫生就是400块的事情，就这么简单了。这些成本不会影响。这房子需要做的是，你看啊，他需要刷漆这些，然后把卫生全部弄干净，地面重新做，这边的。这个厨房你要想做可以一起做掉，厨房想做可以一起做掉啊。主卧靠里面，所以地板也可以一起做，这地板还行，但这块很有意思，这个颜色
是他后面补的还是怎么着的，反正总之不一样啊。主卧朝后院，舒服了。厕所浴缸还是按摩浴缸都可以。 filter 他的 filter 是从那个不在这儿换，是从那个里面换的。然后到后院，院子 OK， deck cover 啊，这个草应该有两个月了。后面这棵树有点大，这棵树给它砍掉，砍两棵树可能 1000出头。些该刷漆地方，就是整个房子墙面重新做一遍，墙面、地面、卫生、厕所维修全部弄完。地基其实不用修，把砍树。你看它这个，其实这个地毯是挺高级的地毯，不是便宜的。以前家里有小朋友嘛，所以这些都脏，这都很正常嘛。哎。还是小朋友那么脏，你看这有一个 game room， 然后上面还有是吧，多好，上下水。然后这有一个电影院，自己做出来的，很漂亮。这块有点裂，看了吧，就是前面我说的这块有点洞，很正常。墙面做完2万块钱，这个楼梯有点陡，因为只要是你两层加那个一层的，就是上面加了一层，都会出现这种情况。所以呢，这是应该是个好房子，应该是值得去花时间花钱去做的，而且做完之后呢很漂亮，卖可以卖一些钱，卖可以卖一些钱。整体的房子结构基础的这些东西 OK， 它值这个钱，可能还能 argue 点价格我猜，因为它挂了80多天了，是吧，挂了80多天了就有机会。 OK， 就这样。我比较喜欢这个，我喜欢这个声音，这些就你的竞争对手就会少很多嘛，这就有意思了。而且在 Stonebridge 在 McKinney， Stonebridge 在 McKinney， 所以说它是应该是物超所值的东西。 OK， 就这样，更多信息可以关注翱翔美国房产咨询网站翱翔us.com， 加我的微信翱翔us01。 我是 Curry， 我在达拉斯等着你，再见。